所以呢，在介绍歌手之前，要先把今天的评审团介绍出来。首先呢，先介绍第一位，去年呢，他是来自一匹北方的狼，今年呢，他是从这个球员休息室里面冒出来的评审。那我们掌声欢迎王子顺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等一下呢，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的评审哦，最近呢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哦。那相对呢，等一下呢，啊，我们评审我们先行就坐好了哈，我们先就坐，待会呢我们再来好好的一一的来问他们这个对于今天的评分标准。然后我们先请第一位王正顺就坐哦。好，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位呢。哦，当初他也是以一颗会痛的石头，在那年获得非常精彩的好评。今天呢，他要担任的是毒舌评审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许继红。哦，那我们继红呢，各位也知道，不要看他外表非常憨厚，其实他是真的蛮憨厚的。但是呢，等一下会用什么样的评分方式，当然我不清楚哦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大家等一下可以好好期待哦。季宏刚刚眼神过来，好像想把我杀了感觉。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麻烦这个要出来唱歌的这个球员们哦，要记得这个了解评审的习性哦，并且尽量想办法讨好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请第二位季宏就坐哦。接下来要介绍第三位评审，哇，这位可以说是评审界的佼佼者，各位三寸不烂之舌，非他莫属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驹。哦，从欢呼声就知道了哈，哦，介绍他都自带十八赖哈，各位都不需要我来。哦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女神降临哦，陈家驹哦。那我们这边呢，一样呢，请我们可爱的居居呢准备就坐啦。好，那三位呢？先就坐之前，那我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评分的标准一样，我们每一次呢，每一个评审的桌上呢都有五个牌子，分别呢是一分到五分。但是呢，在比赛开始之前，因为选手等一下要想办法讨好你们，所以我还是要得知道你们的标准在哪里。那首先呢，我想要先请这个，来我们这个第一次当评审的王正顺，来帮我拿起麦克风好了。好，那这边先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评分标准。喂，可以可以，有，嘿，好嘞，大家开心吗？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你没讲啊，有讲跟那没讲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希望他们努力一点啊，努力一点是不是？我会努力的看。OK OK， 好，听君一席话，如听。哎，对，一席话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，来，季宏嘞，季宏来跟我们谈一下，我的标准吗？对，我的标准是声音，声音哦，对，声音，这个声音呢，不是选手的声音，是现场的声音，哦，哦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分数多寡就取决于现场的声音。Okay.好，所以现场的声音很重要了，各位下面的已经有听到了，参赛者自己自求多福啊。那我们请问一下刚刚这位走秀的家居，晚安马克巴卡，我今天的评分标准是高音，请三位选手加油，不要笑，很严肃。OK， 好，各位高音啊，所以但是我记得今天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其实三位的这个高音的部分其实都不错。但是呢，今天呢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歌路，三种不同的风格即将呢呈现给各位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位，天黑请闭眼，当初大家都听过吧？啊，各位没错。今天呢也有非常精彩的综艺表现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参赛者小黑吴俊伟。大家好，走在人挤人
的走到我问了自己，没有爱情的人是否会缠绵，那些电影常常让人感觉甜蜜，但是我不相信。坐在没有人的角落，我又问自己，究竟应该继续还是该放弃？没有人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，想看你，想读你，难以决定。每当我想靠近你，总会做眼睛，眼看你的表情仿佛已经说明，我在想要证明我们这段爱情，也许在你眼里它只是个游戏，我只想要靠近，也很想要抱紧，回想到那过去和现在新的你，我还想要参与你的生活点滴，只要你可以相信，我一定会陪你走下去。左右，左右。坐在没有人的角落，我又问自己，究竟应该继续还是该放弃？没有人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，想看你，想懂你，难以决定。每当我想靠近你，总会做人静，眼看你的表情仿佛已经说明，我只想要证明我们这段爱情，也许在你眼里它只是个游戏，我只想要靠近，也很想要抱紧，回想到那过去和现在新的你，我还想要参与你的生活点滴，只要你肯相信，我一定会陪你我走下去。能不能够让我再说我爱你、yeah、还是你已不想听、能不能够把你彻底的忘记，我是真的搞不清。每当我想靠近你，总会装人静，眼看你的表情仿佛已经说明，我只想要证明我们这段爱情，也许在你眼里它只是个游戏、回想到那过去和现在新的你，我还想要参与你的生活点滴，只要你肯相信，
我一定会陪你走下去，只要你再相信，我们会紧紧地靠在一起。谢谢。OK， 第一首。第一个参赛者小黑吴俊伟带来的靠近，哇，各位，吴俊伟，我觉得你必须离开，因为我们这个歌，我们叫做我不是歌手，他这个表现等级已经是歌手以上了吧，真的太夸张了，先给小黑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但因为分数不是我给的啦，所以我们还是得缓缓的来，我们走向评审席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的靠近，好，那一样，我们用。这个，请这个评审呢，用你们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分数的奖品。来，小黑，我们围站侧边，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这个屁股背对镜头。好，首先第一位，他努力吗？对，因为你刚刚有特别讲到。喂，喂，喂，嗨，喂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这样子会给你分数啊？其实他唱的蛮不错的啊，可是我觉得那个 O 的地方还有歌词，为什么不唱？那个本来就这样唱的。啊，不是要高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儿子是在包厢啊？你要讲什么？我让你讲，快点。没有，好，没有，他没话讲。没，刚刚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应该有声音嘛？再讲一次好了，有吗？有时候有讯号，所以没讯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赶快来做这个抢救的工作。那 OK， 那我们来请这个基宏来讲评一下。首先，哇，真的是无话可说，无可挑剔。在那真假音的那个转换，真的就像你今天签字一样刁钻。太棒，太棒，真的太棒。哇，哎，评审其实评价都蛮高的哈、哦。来，我们这个，这个哈、哦，就很难说了啦。네오빠어떻게요좋아先帮大家科普一下，这首歌是2008年李圣杰收录在《收放自如》的这张专辑里面。我是专业的评审，好吗？我觉得小黑你选歌真的选得特别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因为你唱得好，是因为我很喜欢李圣杰。评审，他说你说什么？啊？因为我们这边有一点点那个耳返。先扣一分。但是你真的选得很好，因为他的唱歌是从鼻腔发出来的共鸣，那跟你的唱法是很像的，一致的。但是你知道我今天的评分是高分，高音。所以你今天自求多福。好好，那来麦克风先交给我好了。我想呢，三位评审应该有一个内心，应该已经有一个评断嘛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等一下我们数到三二一之后就请举牌。那我们看呢，小黑总可以获得几分？好，准备好你的牌子，准备最多5分哦。OK， 好，三二一，请举牌。15分满分，恭喜小黑。好，再大声一点。谢谢，好 ，OK， 他们扣分，扣分是不是？好了 ，OK， 小黑来，我们带着麦克风下去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呢，恭喜第一位参赛的小黑获得的是满分，掌声鼓励！哇，第一个参赛者就搞得后面压力这么大哦，但没有关系，因为刚刚评审讲他们其实标准有很多啦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相信第二位参赛者他应该也会有一个还不错表现哦。我希望呢这个好来加油，因为第二位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我们的这个小小可爱哦。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参赛哦，是因为他的大哥叫小可爱帮他报名的哦，所以呢。这次呢他就特别参赛了哦，各位，虽然他是谁，他在哪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小小可爱张仁伟。
Suddenly I can keep my head up to your wind, fire away。他是个年轻人，所以有很多梦想。他是个发明家，在等待他的梦工厂。他不是英雄，他需要朋友捧场。他想要挖到宝藏，跟这世界一起共享。心里想着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。翻过围墙，知道以后不同的路。他先走的太慢，所以他用力的跑。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但已经准备好了。早就习惯挫折，得不到该获得。他相信淡薄的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。身边太多贵人来去的过客，他害怕热情不再，对大饼感到兴奋。那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？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会胜任。他想要变成超人，照顾身边所有的人。可能他是个人，但他不愿意承认。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, though I will lose your faith.在过他烦恼越来越多，他必须跑得更快，但是肩膀背得更重。完成父母的期望，弟妹们的榜样，却截然不知面对的超乎他想象。他口直心快的追所有他的不喜欢，他因为一起乐意为朋友惹上麻烦。他依然高调，即使还没有过风头，要求一起不要总是一个人出风头。要忙的事情太多，几乎忘了爱情。他知道爱的是谁，但他没有信心。他想要当个烂人，不值得爱的一个人。他会保持距离，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。有天会离开，他希望有人舍不得。不一定是经典，但至少有人会记得。他牢记每一张脸，让他一直站着。他说这是阿威，你知道的。Hello,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, though ever lose your faith.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, swing your wings, fly away.Hands up, 如果还有梦，把所有梦想用尽全力拉出梦中。Hands up, 如果脚不痛，把步伐跨大。We don't talk to talk. Hands up, 如果还有梦，把所有梦想用尽全力拉出梦中。Hands up, 如果脚不痛，把步伐跨大。We don't talk to talk.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. 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Though evolution fades,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, swing your wings, fly away.来宾请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这是阿伟你知道的，但是我想要先问一下哦，因为我看不到那边，阿坤还在吗？小可爱大哥还在吗？不在了。那你跟我们讲一下过程好了，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这个被这个学长推出来的？那时候二军刚上来，然后他说那个唱歌的主题是你要不要唱？我说有点紧张，不要好不好？他说没有，我已经帮你报名了。好，所以小可爱其实有时候会叫小调皮啦，有一点可爱。但是呢，刚刚阿伟唱的精彩吗？哇，真的太猛了！而且刚刚我跟你讲，评审那边真的是一致叫好，但是我看他们还是有点意见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来面对现实。好嘞，我们来走向了这个三位学长。那我不知道呢，学长呢会等一下对于你有什么样的评判？那首先，我们先从家居开始好了，我们这次换个方向好了。来，家居先帮我来帮阿伟评分一下。是你这首歌选得很好，很像在，不要笑。因为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在描述里面的一个年轻人他在追逐梦想的一个过程。那
这个歌词就很像是你现在你正在逐梦，一步一步的爬上来。所以我想要告诉你，有梦就勇敢的去追求 ，just believe。但是，你知道我今天评分是高音。OK， 好，好，留下伏笔，留下伏笔。哎，季红，季红。首先呢，看得出来，他刚开始的时候是略带紧张的，略带紧张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发现他在场上的应变非常的快，他能够赶快调整自己的节奏，赶快把那个刚刚落掉的拍赶快找回来。然后呢，我刚刚有发现他有一个 miss， 他刚刚呢，他想要装稳吧，他想要去踩那个音箱，结果没有踩到，所以呢，他去踩另外一个。这个，但是呢，现场效果很好，所以呢，你的分数不会太低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这边也请当事人解释一下刚刚的车祸现场哦，那个是怎么样情形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想踩啊，然后结果它是斜的，结果踩下去就空掉了。好，各位好，各位刚刚肇事现场都厘清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做一下笔录，然后来研究一下刚刚的事发过程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王正顺，我觉得他唱得很棒。然后刚踩那个喇叭，然后就没有踩到，我一定加分。哦，加分就对了，因为这算是效果之一啦，哦，对，那当然每个评审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方向跟方式吧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来我们这边请评审准备好你的牌子，等一下，阿伟三二一，请给分。是四加一还是五吗？哦，四加一啦 ，OK， 好，各位阿伟再次获得满分。哦，好，还懂得，对，跟这个裁判手，哇，那个心理的部分，哦，这个分数又比这个小朋友再厉害一点，我懂得跟裁判握手，非常厉害。好，各位，这是阿伟，你知道的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啊，各位，你看《我不是歌手》真的有多精彩，就有多精彩，所以可以搬到十届，真的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。接下来的第三位呢，各位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独眼龙也知道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中二美美郑浩君。好，但因为郑浩君比较特别，你要让他潇洒的走出来，这样子。三位评审老师，咋啦？小白哥，还有现场的球迷朋友，大家晚安。对，因为他有他的独特的打招呼方式，而且并且因为他今天的歌曲可能比较不能够这个边走边唱，他需要有一个这个在场中集气的概念。对，因为他的这个，他现在你现在现在爆棚吗？对啊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哦 ，OK， 好，不要看他现在很冷静，但他等一下应该会蛮精彩的哈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掌声欢迎郑浩君。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，死而不来，不哭到微笑不痛快，宇宙会变。都没掉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有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，我们相信。
洲际大舞厅。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，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，别人是看好我看坏，只有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关就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全场从头笑到尾还会喊 uncle 的，这十届里面这一届特别奇怪哦。但是呢，郑浩君真的太热情太可爱了，先给他一个尖叫声好吗？好，各位，残酷的在那边，来，我慢慢的走向残酷舞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先请姬宏好了，我们就从中间来开始评分。来，姬宏，请评分。先讲解一下，我在球场这么久啊，第一次看过有挡机进来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觉得是一开始的 key 放太高了，一开始的 key， 所以到后面中间就先锁喉了。但是呢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，太棒了！好，来家驹，佩服了。你今天是不是跟梁静茹借东西？你知道这首歌，我们那个年代去 KTV 是必点的，佩服了。但是听你唱。有一点痛的感觉，你是交过很多女朋友，但你今天的效果真的是很好。我是很专业的评审，我不能笑。你今天抓到了我的胃口，等一下的分数不会太低。好，那去年其实我觉得同质性有点像，因为去年他那匹狼也是很暴走，我觉得同质性蛮高的。来，你再聊一下哈。很好哦，加油！阿内，加干蛋哦。对啊。OK， 好。但是等一下，好像要加码是不是？有啊！你那天还在那边彩排唱得很开心，说随时可以准备好。
王正顺，王正顺，王正顺。OK， 我救不了你啦。啊，等一下，不要太低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欢迎王正顺。那美美，你就先帮我坐着好了，你就直接坐在这边。那等一下也可以给他分数哦。啊，你那天不是有，你那天不是有自己选吗？哦，哎，老师，我们有准备啦哦，安口曲啦哦，你点的啊。虽然我也忘记歌名是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各位评审老师好。不好意思，评审他在跟你们打招呼啦。哎呀，有人又来哦。不要这样子，拜托。好 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okay, 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加码安口曲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太多心事都放怀开得成空让自己忙，就像我的爱明明迟早要丢开，太多友谊都因自己心软难离又难爱，爱得多么难怎么自己陷爱，想要斩也斩不断，被解开了头又被自己推翻，一次比一次更伤，爱也爱了我的心又何必非要忘了你，在最混乱的夜里一个人追根究底，恨了恨了我的心又何必这样想着你，为你发布了情绪你也不会再问起，明明迟早要丢开，太多友谊都因自己心软难离又难爱，爱得多么难怎么自己陷乱，想要斩也斩不断，别解开的痛又被自己推翻，一次比一次更伤，爱了爱了我的心又何必非要忘了你，在最混乱的夜里一个人追根究底，恨了恨了我的心又何必这样想着你，为你发布了情绪你也不会再问起，啊，谢谢隐藏的参赛者王正顺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哎，我们请一样，请王正顺呢来到我们这边来。好，那针对王正的表现，我要请问一下第一位评审郑美美，哎，请问你怎么评论王正顺的今天这段表演？
这段呢，真的是可以说是有备而来啊。说唱就唱啊，就是小白哥就是这样点上去之后，还是可以这么稳定的发挥，然后做出这么多效果，非常棒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很好的评价了哈。来，那基宏来评一下。首先，你是不是看不懂都？没有，我有点紧张。是爱都爱了，恨都恨了，什么是爱爱了？那个都在那边，好不好？都要唱出来，不是爱爱了，听不懂。但是你那个我很喜欢，啊，这个效果十足，可以。好，这评审怎么都是怪怪的。好，来下去。你是我没有看过的，品种的狼。因为我没有看过狼会在唱歌到一半，然后还会卡痰，会。你是哪一种狼？搞笑狼吗？你真的这样？有啦，效果很好啦，我很喜欢。OK， 来先给我们阿顺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来我们两位来换位置啊，你还是要美美，你还是要出来，因为你还是参赛者哦，你只是不是交换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，因为我们要公布那个，我们要公布今天的胜利者。但是在公布胜利者之前呢，我们要这个，刚才我们在跟评审讨论哦，就是这个有一位这个珍珠美人鱼，不知道，他听到珍珠美人鱼就直接就消失了，他很聪明哦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来，张耀君不要走，对，因为我要再把两位请上来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公布这个冠军得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这边呢，再次的欢迎我们的小黑吴俊伟，还有我们的阿伟张仁伟，哇，两个伟哦，一起来到了现场。好，那搭配了我们的郑浩君，因为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的这个答案公布之后呢，这届的冠军就即将出炉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今天呢，其实都表现很精彩的，而且刚才我记得这个他刚刚郑浩君唱完了之后，这个评审还特别跟说你一开始冲太快了，所以下次的记得情绪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。好，来我们这边，来我们到这边，我们先来这边，对，因为接下来这个成绩公布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冠军就要出炉了。好，来我们请郑浩君来到旁边来，好，一样来到旁边。好，各位评审老师，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四 ，OK， 十二分，一样，恭喜我们的美美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次的冠军也出炉了，就是我们的双伟，那我们恭喜我们的吴俊伟，还有张仁伟，掌声鼓励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来请我们三位评审一起到场中间来，还有我们一样，我们的美美一样到中间来，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颁奖。好，那我们请呢一起的到中间来之后呢，也恭喜。好，恭喜这个两位的这个，哎，那个美美的这个麦克风，我们帮你拿起来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这个一样啊，我们这个冠军得主哈，就两位来一左右，没关系。好，美美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呢，再请他们这个分一点喉糖给你，这样子哦。好，来，美美来，一样，一起入列。好，看着我们正前方的镜头，这边 ，OK， 等一下哦，哦，看在那边有看到吗？那边蹲在那边有看到吗？来看在那边，好，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谢谢我们所有的选手，还有我们三位精彩的评审，再次的给我们选手热情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下去之后呢，就可以好好的来分一下我们的这个龙角散的喉糖咯。好，那再一次呢，一样要谢谢我们今天所有进场的这个球迷朋友，那跟着我们一起加油，从比赛的胜利到我们歌手的演唱，我们今天呢也顺利的完成了第10届的我不是歌手。那当然下周呢还有4场主场赛事，尤其在下半季呢，接下来已经进入到了我们争冠的阶段，也希望大家呢持续跟我们一起加油。接下来下半季我们会继续努力朝3.8迈进，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